好，台湾人真的很争气。今年女中拔河联队将在19号的晚上7点会代表国家前往苏格兰参加2012年的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。那么今天下午呢，集美全体的师生将会替拔河队来加油。25名的代表队成员，除了集美女中拔河队的高一这个一二队的员之外呢，还包含了有台湾师范大学、国立体育大学的学生，再加上了领队教练跟管理教师，总共有30个人将会到苏格兰去参加。加比赛。